最近一次较量，狼队在客场3-2击败热刺，心理上略占上风。但是晴天认为，在接连对阵防反型球队之后，鸟叔和他的热刺已然逐渐找到了应对之策。同时，狼队对于传中球的防守应对较为无能。雷吉隆在上一场轮休之后，今夜势必将大放异彩。今晚就是热刺客场拿下胜利，联赛中重回正轨的最好机会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